跑掉了。哎、欸，好猛哦、喔！没有，他的队友没有来，是把路扶起来，堵起来了，队友把路堵起来了，堵起来。搞不好是鬼鬼的主意，你们快跑，你们快跑！有两个很凶，哎、欸，他刚不是有那个吗？碧蓝，所以啊，可能不在鬼鬼身上，就是没有在周围啊。我看一下哦，鬼鬼有，我要追上去了，追上去了，是鬼鬼合的吗？那是鬼鬼合的，对，是鬼鬼合的，好像是他刚字幕，还是给别人了，因为那个可能在天龙给的。哦、oh, ，对耶，丢到箱子里面的话应该可以。他进他们追上去了，笨哎、欸，学我窝在旁边呐、啊，从后面刚他们呐、啊。啊，棒！鬼鬼队是哪一队啊？黄，现在是，你看卢米跟那个迪叔在追了，在追了。对，不然哎呦，哈哈季也可以。哎、欸，你的队友熊，你的队友是完全没听到声音，没发现。你被一个从后面打头。对啊，没发现呢、欸。直接从你旁边这样烧你一下。哎、欸，你碧蓝之类是你身上还是他们队友、啊？在他们身上哎、欸。哦、oh.。完了，他们没退路了，没退路了。我路可不了，旁边打了。他们没路可退。卢米在旁边挖个小洞，很挖。哦不，很挖呀，往后挖。你有稿子吗？完了。有稿子，我了，被挖到了，被挖到了。到他岩浆，到他岩浆。不要，他的摇头，去到他岩浆。打他！卢米岩浆啊，卢米，你不是有岩浆？完了，岩浆呢？卢米，但是他打很多伤害，真的有做到打很多伤害了，可亏不亏不亏，摇头还蛮好笑，带走一只了，摇头，哎，还摇头，那个摇头不多砍几下，可惜呀，叫他上来骂他。不是迪叔，迪叔，你刚才是摇头、哦。你有放我一条路。不是，你摇头。有点难啊。你摇头的瞬间，你可以打掉他这些血量哎、欸，这样卢米就赢了。你有摇头啊？你不摇头的话，还可以跟他们。还可以多挥个一两下，扣一些血。对啊。岩浆烧他，可惜。啊，卢米没用到岩浆也很可惜啊。不会战斗。刚好像有人放岩浆烧到自己队友、啊、有鱼骨了有鱼骨了但是我不知道烫到谁我也不知道烫卢米的走过去踩结果是烫到迪叔如果繁星没出来打我们我可能就鱼骨了快了吧因为我不知道有鱼骨什么800我以为800个耶800个啊怎么那么快刚才挖400多因为套完之后就一直在底下挖吧我就想到，如果怀旧一下的话，是不是把那个神怪类跟那个再拿出来这样？神怪类，神怪类，那个会影响游戏啦，不要啦。最怀旧的前几届神怪类，哦，还有钻石在里面，是不是？他刚还有拿到碧蓝呢、欸，可是他现在拿碧蓝之类有用吗？没有啊，没有啊，走，他剩一个了吗？没用，剩一个了，没队友了，没人帮他吃。是的。我以为必然是把那个队友复活、欸，你刚刚看介绍，是不是？还是你死掉之后有死亡之源，可以帮别人回血？对，哦，好多东西哦。他在很整齐的摆吗？天哪！他整齐在整理，在要求什么？时间很多。哦不！哇啊，这边铁好多50个哎、欸！居然里面有猪排。想把猪牌拿走，他在干嘛呢？他在整理耶。他这附近只剩下他一个人，他爱干嘛干嘛。真的。他把地上东西全部吸起来捡放进去。我不能接受地上有东西。阿基，石头没放好，我好痛苦。还打扫地板，清道夫。他捡地上的掉落物，把它捡回去上仓库放。那是杰克的头颅哎、欸。哦，刚刚被逼到角落死掉了。大家的头颅。想说你刚刚冲进去要堵他们路，结果是反而是你被他们堵。嗯。错，只差一个盾牌。枪，肯定受伤。第二次，枪一次，第二次，玉米啊，肯定没有啊，没有在他们头上。
玉米又扛了，九百了，哇塞，已经附魔了哦，好扯哦，巧克力很早就附魔了，对，很早，我们其实也可以很早啊，我完全没有遇到半个干车，我们也是耶，找好久，我们只有三個，一开场就被揍了，对啊，好可怕，他们要去找绿色的哦，这里有猪跟蜘蛛，应该是吧？哎、欸，我挖到一条路，可是跟他们不相通的。还继续在冲谁？他怎么不直接说盔甲界啊？绿队，绿队好像要去找绿队。绿队找绿队，深绿找深绿。懂了，我懂你意思。绿队好像要去找绿队，看起来是蛮正常的。很正常啊。巧克力吗？听起来没什么问题，是不是？巧克力在十一层呐，它附近没有什么人啊。他刚刚应该是看到前方吧？应该是前方好像有哎、欸。哦，挖到路了。那个很远的地方有、哦、没发光真的好哦。哦，看到了啦。平行的隧道。对，他在闪电过去，在闪电过去。对，差一个哎、欸。对，差一个就挖开了。可是这一条不是他们的那条啊。对，这条不是。嗯。要在隔壁。嗯、而且绿队，他们那个就往他们那一队，每个人都离好远。有，他说这个挖开就是，这个挖开就是。挖开了，有了，挖到了，有了，你看，是哪边？他们就在前面了，就在前面了，就在前面了，走，那边了，快去啊，过去啊！好了，我走前面。我想必然之类在我身上，我先冲，我死掉之后你们就可以。你们蹲下哦。他先死死杀，先冲。哇靠！那冲上去发现什么都没有，直达地面呢？直达地面，哎、欸欸，可是这应该看得到了吧？他们没有蹲呢、欸。走着、欸啊，他们如果以为他们在上面的话，对啊，哎、欸，上面没有蹲呢、欸。然后看，你说没有看到吧？绿队的看得到吗？应该没看到吧？应该没看到。目前看起来感觉没有看到。他们没有蹲，就代表没看到。巧克力看到了，巧克力看到了。哎、欸，在那边，在那边，看到了，看到了，那个位置，看到了，看到了，在那边，在那边。哎、欸，米菲，你先冲，米菲，你先冲，这样子，有吗？在那边，往那边挖。有了，那个位置就在前面，有没有看到？它往上了。先挖过去那边，啊，消失了，挖那个，还真的叫米菲挖。他们应该往上走。哎、欸，往上走，有啊，看往上走就好了，都看到了。哎呦呦呦！有挖的啦，走过去的。平行楼梯。平行，哎、欸，真的耶，这楼梯好刚好哦。平行楼梯，哎呦，没有交叉，会交汇，吓死他们了。这是啊，平行楼梯上去、欸。这个楼梯是那个啦，哈进你们的，那个杰克你们的楼梯是这条。哦。哦，这条是杰克他们的对面的楼梯。哇，被看到了！米菲没有蹲着。对，他被看到了。然后他们另外一队蹲着了。你已经感受到了。反复听到喵啊说：“不要，我不要啊！”等一下，我看到了。本人。不要，你还是没有蹲。吃巧克力，我不要。不要，不，走掉了，走掉了，走了，走掉了。哎呦，巧克力啦！等下，这三个一直停在这。巧克力觉得高度到了，开始往下滑。他们在观察。哎呦，哎呦，刚才巧克力，哎呦。巧克力想去哪里呢？我的网络爆炸。他想要去找下面那只苦力怕，因为刚刚也是狂暴、啊。对啊，我刚刚也狂暴圆圆，狂暴了，狂暴圆，狂暴。这我也狂暴了吗？嗯，你也爆了。你看能不能解除狂暴效果？对，狂暴杰克。因为他们都在不一样的位置往前挖，都很怎么挖都好像不会挖到这个楼梯。这三个一直没有待在这边，干嘛不走啊？他怕走就会曝光啊！这很像不敢动了，像在看演唱会的那个观众。人家引进自动，不是因为动我不动，因为旁边的人在那个若隐若现的跑出他们的 ID， 他们就在那边观察。嗯嗯，啊，现在换蹲没有蹲下来了。看他们蹲还不蹲，应该是因为找不到。没有，因为他已经蹲过了，所以他不用，因为他就是蹲了。对。
不是，这刚刚巧克力堵起来，你又把它挖开。你们是怎样？没有沟通好哦。可能想说四处去找人吧。去地表。斗鱼。啊，队友跑到地面了。对啊。他们在想，奇怪，怎么都挖不到他们。怪人嘞。迷失方向了。快跑掉了。这一条路的话，这一条。米菲做事有没有？做事米菲结婚哦哦，危机暂时解除吗？哦哦哦哦，走掉了，走掉了，没事，安全的了。放屁！他们是放弃了，是不是？因为找不到吧？哦、好像解除狂暴了吗？觉得巧克力还是念念不舍哎、欸。还是想要过去打，走掉了，走掉了，他们走掉了，走了，走了，走了，那三个嘞，可以动了吗？你们三个可以动了吗？三个，看完了，看完了，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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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站太久了吧？阿喵他应该是脚麻了啦，动不了了，蹲的越深，站的越麻站，越深蹲啊，喵他蹲的越深，你之后就站不起来了，你的脚会越麻。没有，他疑心病很重、哦、上面看起来是没有其他人了。嗯，我关心我队友了。怎么有一只僵尸在爬楼梯，然后就自闭啊？哦，哇，好猛、哦！这个僵尸特地爬到这个位置来自闭。哦哦，一拳他们，团团僵尸，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哇，好多僵尸！哦，团团在拯救人，团团在拯救人。哇，这边好爽啊！好欢乐啊！生态圈吗？哦，好大哦！没有，单纯是怪满的僵尸都在爬队了吧？哦，单纯都在爬队耶！爬队，爬队啊！爬队，好猛哦！后面还有僵尸老大、村民僵尸，哇哇哇哇！老大来了，老大来了！哇，看起来好强哦！哇，我懂了，独眼龙，老大有点强，好强。我要掉下来了！我、哦、又打到了！哎、欸，有一只，一拳一拳，哦、一拳加油！后面又有了，一拳一拳，哎、欸，一只空降哎、欸，好屌哦！哦，老大老大，哎、欸，老大老大老大抱住汪汪了，完了，老大包围他了，老大是我抓住他了，从背后的。我围着了，围住了，围住了，围起来打，包围了，包围汪汪了，汪汪不用怕，保护你了。这是一个弹补吗？弹打的弹打队伍。哎呀，团团怎么走掉了？跑上队友、啊，上面走掉了。卖队友，团团没有来帮。卖队友。等一下，这个箱子哦，已经有钻石哦，钻石哦，在旁边，看到了。哎、欸，等一下，小雨，小雨怎么了？小雨怎么了？这边不是刚刚？看一下。老师，你是说他没有动、欸？对，我们家我们刚掉油的地方、啊、回来了、嗯。没事，没事没事，我错乱了。你没有刚刚看到哈基的箱子摆成什么？不是不是不是，我刚刚以为是刚刚两个绿队的那边，我以为。哦。怎么就凑在一起了吗？对对。哈基摆好了，哈基摆好了，哈基摆好了，地毯。哇哦！还帮你们用装备，哇哦！哇哦！被射了，被射了！还烧香，还帮准备装备，装备太多了，还烧旁边烧香哎！烧香拜拜！天哪！这个是这里面是有他的队友跟他的敌人，对，大家一起葬送一次。危险的洞啊！香蕉插谁有用？后面后面后面哦哦，谁？哇！杜宇杜宇，一定是没那个作品不够好，香的关系，没插香的问题，没烧好香，啊，香没对称，他难过了，没插对称，哇，没法对称了，怎么办呢？
跑掉了，不管了，会怕，这里气太重了。气太重了，那个杜鱼都会随时，对，韩弟都觉得肩膀很重，没半个人，肩膀很重，啊，我看到了，怎么了？你说那个吗？没有，因为我刚刚还在狂暴，现在好一点了。哦。刚刚是看到人吗？他们蹲着。对，我也是想说，他怎么突然堵起来，然后还蹲下。刚刚。对啊，他看起来没有。刚刚一直蹲着往头上看，不知道干嘛。还是只是担心而已。上面没有，这附近没有什么人的感觉啊。他如果看到云月，因为已经死了快一半的人，所以人都很散。哦，哦，是谁？一开始真的很容易就中到人、欸，对呀、啊，不用怕、啊。我们很多人都是从旁边擦身而过啊，因为都是幽灵。嗯，不用怕，只是苦力怕、啊。什么鬼？杨洋啊！杨洋那边。没事没事，杨洋没发生什么事。嗯，哇塞，小雨的妆这么好。集结了大家的，不好意思啦，叠队的装备。抱歉，那个是那个家族，嗯，家族遗宝，传家宝，这是继承下来的。我们挖了十几颗钻石，全部被抽。原来这是你的计谋吗？我直接给 U 你的，我都看好了。啊，这边啊，刚繁星啊跟 U 一组，我知道他们等一下一定会来打，我们先准备好。你是间谍是不是？不可能。他是要躲到树里面吗？谁包起来吗？等下玉米他们也在地表，在小雨附近。小雨躲在树里面了，躲到树里面去了。哇，他采蜜哦、喔！蜜蜂天国哎、欸！哇，女王蜂，女王蜂要成巢了。女王蜂在钓鱼。我的天哪！应该是看不到。好猛啊！看不到，看不到。哇，蹲着是看不到。有点厉害，底下也看上来，应该也被那棵树挡住。而且树的这种花纹很容易藏 ID。嗯嗯，自己在这里钓鱼哎，哇哦！他已经不需要准备了。而且从底下经过好像也看不到哎，就 ID 很不容易看见。我们这就帮他准备好了，他完蛋了。对。团团怎么了？团团慢一点，等一下，等到。刚刚的老大出来了。是被杜鱼吗？还是摔到？哦，不知道。船团是没跟他们走在一起，是不是？有啊，陈峰在打架。有啊，就两个人。哦，团团一马当先。啊，怎么只有两个人？另一个人怎么爆了？怎么爆炸？怎么爆炸？怎么爆了？往这边吗？往比较远一点。我这里也很多怪，阿纪也要上来，阿纪也上楼了，很多窟窿哎、欸，哇，这个没有办法标记，真的很难看到，对呀、啊，真的还没有到页面出来的，这标记不能用吗？不能，他那个按键被拔掉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哇。是在地上放红石是什么意思啊？他想睡觉，要到处剪人家毛。他想睡觉，他想睡觉，他怕夜妹。他有阴影，他有阴影，他有两届都被夜妹打。真的做出种真的。可是记录点跟睡觉不相干吧？要睡过晚上才有、啊、才有用吧？嗯，对，一躺一个人睡没有用啊。所以晚上躺过也不算啊，也太美，可以啊，睡到早上就算了吧。要睡到早上吗？躺过好像只有记录点而已、那好吧，哈基，你尽力了。你还想剪呢、啊？到处剪呢、欸？他还是想把这毛给剪掉。因为小朋友拿着剪刀到处剪。他这一次会不会再表现他的 TNT 矿车啊？他现在没有队友，感觉比较难一点点。嗯，
你看起来没东西。小雨是看到 ID 了，对不对？应该是。小雨吗？对啊，突然把雨桶收起来了。哪一棵树啊？找不到它，根本最高。他这棵树真的很难看到哎、欸。最会躲的那一种，飞过来都还要绕一下。大自然就是他的家。附近有人吗？有玉米啊。哦。可是现在在哪里啊？可是他记这个血量，如果跑一跑，摔到峡谷里面就。天哪、啊！没有到很附近啊，只是他们也在地表。他其实在刚刚附近捡羊毛啊。你有看到有刚刚要捡啊，棕色的。对啊，这我看小雨的前面有一只羊是被剪掉的，对，所以应该是他自己也在这附近。哎、欸，我发现牛了哎、欸！你刚刚没有找到？我们那一队都没找到。牛牛一下来就有了，然后甘蔗没有。我们那边一开始就有甘蔗跟牛，还有羊。嗯，对啊，太好了吧，太爽了吧，他就游走了。他不游游到不晓得地方去了。玉米手拿一个金苹果，试图打苹果。嗯，夜妹该出来了吧？对啊，第三天了。嗯，夜妹该出来喽。然后晚上他应该就会出来了吧？哈基就出来了吧？是哈基又出来了，等一下就哈基出来了，等一下就上来了。天黑了，夜妹请睁眼。他在等夜妹是不是？太可怕了吧！夜妹请睁眼，夜妹确认彼此身份。请问你确定要攻击哈基吗？请问你今天晚上的目标是？哈基今晚要被夜妹杀了，你要找到一条路哎、欸，他灌浆，哇，这个不是他这个浆，他浆流不下去吧？在灌蟋蟀，三个刚好没有流出去。今晚他死了，第四停了，卡住，你要救他了，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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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基加油！都被他延展不开啊，哈基来了。你的好伙伴，对，哦，两追了，我养到了，养到了，养到了，水底了，打到水底了，天哪，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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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你知道溺死了，你知道溺死了，你知道淹死了，淹死了，还是要淹死了，要淹死了，他已经完了，再淹了，再淹了。快点！对，又来又来又来！因为你那边是很大声啊。因为你隔壁有没有很吵？要淹死，要淹死，要淹死，要淹死！要淹死！好不滑稽！又来了，有人可以跟你抢雷神了。太惨了吧！好像又烧红了，还下雨。来了来了，下雨完。要变雷神了吗？打雷打雷打雷！被雷劈到，好惨啊！破空啊！破空破空！完蛋了，好绝望！加油啊！僵尸来了！僵尸来了！哈基太绝望了！僵尸来了！僵尸来了！然后叶妹的从头上来了，叶妹呢？叶妹呢？她好有效果！不考虑躲起来吗？破空死了！破空死了！破空没中。哦，叶妹来了！叶妹来了！叶妹来了！哈哈，追啊追啊！好厉害！来来来来来来了！这样的，来了！哎呀！他输的！哈哈哈！太惨了吧！哎呦，好像叶妹，叶妹追下去啊！不行，叶妹进那个洞，先把这个解开，受不了，受不了！别挂！真是放荡。好精彩哦！天哪，好好笑哦！有人在打架了吗？没有。好逗啊！好浪费的一晚。那红队在另一边。哈基附近有人呢，可以看能不能看 ID 吧？啊，好累哦！这是粉红色。泱泱他们有一段距离，
应该还是看得到 ID 吧？那小雨却没事。哦，因为他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哦，蜜蜂不用睡觉。也有人哎、欸，好猛哦！他只要直直往下挖，就会遇到他们。是哦，哎、欸、是哎、欸，正下方哎、欸，傻眼。他们等下待会直直往上挖，就会遇到巧克力啊，下方也有巧克力，巧克力。哎、欸，他往下挖了，往下挖了。哦呦，终于终于，对，好险，好险哦！发呆，发呆。哦，不做事，这不是我们要看的剧情，知道吗？天哪！天哪！然后这些真的，他这时候吸干净，然后丢在一起了。想睡？哎、欸，我刚刚以为他会被砖块夹到，我以为他会窒息在旁边。对啊，夹到死掉。对，我好想看这个画面啊！他刚如果在水里面淹死就好了。天哪！也没还在盘，还在盘啊，没用啊，他已经锁定你了啦。下面的人都不抬头看一下哈基的屁屁吗？僵尸在哪叫、啊？哦，对，再挖，再挖，再挖，再往下。继续往下，这有水流，这边很安全。水流下去是通到这边是往下就对了，下去也没有东西啊，哦、没人，都没人太，哎，有哎，很空旷、啊。这里不是刚刚老大记账的地方？连火把都有人查过了，嗯。哈基跑了，肯定啊！僵尸在上面，嗯。叶妹还在他附近盘旋，对，嗯。叶妹超爱他的，不过也快80分钟了。叶妹是不是天亮才会走？嗯、天亮会被烧，烧死。不会现在下雨？下雨不会，嗯。希望他，那他就除非雨停，不然他没有出去的资本。没有、啊，80分钟啊，轻快，只是个轻快。嗯。短暂的亮绿色这边好安逸哦。对啊。他们已经在种树了，附身，算蛮和平的地方、嗯。他们如果抬头看一下就好，有一个很长的屁屁在这里跑来跑去。很长的屁屁，很长的屁屁。抬头就看到他的屁屁啊。他自己现在好像无所谓，就一直往洞里面跑。自己这么长，他究竟要去哪呢？他已经接受过一整天的洗礼了，他不怕任何东西。你想怎么死？我觉得他有看到吗？应该没有吧？好，他刚刚那个方向一看一下，马上回头、欸。哎，不是，你应该问一下哈基，你现在想决定自己怎么死吗？他决定不要学在一起，他是觉得这个洞窟。看着有火把，觉得有人，想直接打一打死一死算了，换一波血。他已经那个劳累疲惫不堪了。他现在只有一颗心而已，孤单的一个人。他不想再跟叶妹耗下去了。你可以跟叶妹换一波啊，是不是？拼得你死我活，完了。他说：“那我可不刚出就直接溺死在水里面，还比较……”他自己遇到死胡同了。饿，是说他会不会饿死啊？这个，就有的吃食物应该是不至于饿死啦。嗯，我刚刚狂吃牛排、欸，嗯，那就基本上不太会饿死了啦。我烧的，你烧的，你烧的，贡献的，然后他就要回去了。哎、欸，奇怪，下去路在哪里？这个洞穴怎么绕都是这样而已。对啊，那怎么只鸡被关在这边啊？哈基旁边，哈基屁股后面有一只鸡被关在石头里面嘞、欸。哈基屁股后面有一只鸡，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哪里？现在哈基的右下方，面对哈基的右下方，有没有鬼鬼这里？哈基的右下方，鬼鬼你后面啊！鬼鬼你后面啊！我后面哦，哎、欸、哎，哎、欸哦，对，对，下面哎、欸，为什么？
是被关起来的吧？关的啊，好可怜哦。是不是小鸡僵尸啊？哎，还哦，僵尸怎么底下怎么会有鸡？在上面会窒息压死小鸡僵尸吗？僵尸好像会，因为高一格，那在上面的关系。小鸡现在无处可爬哎、欸。那到时候决定了，我还是出去跟叶妹一战。叶妹，叶妹你还在吗？至少英勇的打过了。叶先生还在吗？叶先生不见了。太远了，消掉了。至少我帅过了、哦。他是不是故意的？故意走远把他消掉。哎，嗯，聪明哦，聪明会杀鸡哦。哦，水堵掉了。那这个江先生要去找他。哇塞，江先生。